成啊？多能不能合成什么东西啊？可以会人，可以会人，真的是海龟的。你有被海龟头打过吗？我觉得，哎、欸，对，繁星没有加哦，好可惜哦，不然就在繁星家门前挂一堆海龟头。我的家是哈气家。哦，那在哈气家前面挂一堆海龟头。哈哈哈哈哈！海龟博士啊！我的妈妈！你喜欢吗？很多喜欢，喜欢吗？哎、欸，这是麦克风哦，请说出感言。你们为什么四个都拿？海龟头啊！不是你，海龟离城，海龟离城，龟手吗？哎、欸，走了啦，我好饿哦。拿回去挂在哈西家门口了。对、啊，挂在家门口。海龟头专卖店，深夜才开始了，现在才十一点了。海龟头。我就当作过日本的时间吧。哎，阿弟，前面三只，前面三只，等一下，哦、他们那边也有了。海龟头了，都是遇到吃的，遇到海龟了，太白痴了。哎，他们迂回是怎样？我先把他你看很近啊，不用走那么远了、啊。很近、欸，真的。哎呀，笑死了！小屁哦，之后哈基家有得亮东西嘛？那就亮。对啊，就对啊，海龟头就人亮，让人掉。哎、欸，可以吗？我去亮亮看。就人亮，可以吧？人可以吧？只能亮哈基家啦。海龟说：“海龟博士，你们很像一群小学生校外教学拿冰淇淋。”只能挂肉哎、欸，只能挂肉，不能挂头哎、欸。奖杯挂，奖杯，奖杯吗？挂啦，奖杯挂，可以挂奖杯。哎、欸、哎，那个回来啦，有志愿者加入以那个当食物为前提。三只，你看他们手上啦。哎、欸，哈基，请说出感言。来哎、欸，后面后面还有肉，等一下。好多哦，来啊！有没有看过海龟头啊？哎哎、欸，他看到海龟头里长家哦，他后退、欸。海龟头里长，十个十个在跑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跑走了。有人跑回去了吗？有人跑走了，跑掉了，一个、哦、好远了，跑好远了。他跑超远的，他直接一个大包头在海龟头，太恐怖了，白痴啊，好累哦，太白痴了，太白痴了，哇，先吃了，快饿死了，烧烧烧，哎呦呦呦呦，不愧是里长，跑那么高，对啊，你好高哦，海龟头里长真棒，瓜小，哎，这些肉是不能吃的、哦。要生肉才能挂，熟肉你就拿下来烤啊。哦，啊，所以海龟头能干嘛？不能搞，奖杯吧，就是证明你有打到它这样。哦，那跟鲨鱼头一样，对不对？嗯，应该是加99999海龟头。来，我把它拿去烤，你要烤什么？海龟吗？烤手。烤手烤脚啊！烤小手手啊！我要做那个了，计算的了。哎、欸、我们车子这么多，我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停车场？可以吃喽，可以吃饭喽。停车场是谁？我来做个停车场好了啦。吃饭喽，吃饭喽、欸！各位吃饭喽。OK， 这样子好。哎、欸，我也要去吃饭，啊。自助餐哦，旁边都放了。好，我来了。我家是餐厅呢、欸， 你家是餐厅啊？你家餐厅没错啊，你家是自助餐餐厅呢、欸？怎么了吗？ Yeah. 好吃，好吃，好吃。我的理智在下降哎、欸，我们不找个啊正常东西吃吗？你的理智在下降，海龟啊，海龟肉啊。我的理智越来越高，我现在89%哎，哈哈哈哈哈！我现在太高了吧？享受这里的生活。哎、欸，我85%了哎、欸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你们会一直下降，我一直上升啊？奇怪。我们这里石头少一个。哪里？哪里？这里少石头。哦，没有啊，那边要延伸出去的。延伸出去。我们要延伸出去那个停车场。
你自己发生什么事？你说阿明说这边吗？你看车子都乱停啊，你们这样不行啊！出去晃一下，怎么这边这样子的？对啊，那都规划好好的、欸。你说规划吗？规划。哎、欸，所以这边可以睡人是不是？要撤哦，这里是可以，这真的可以睡人吗？睡人。这个是你放这个啊？干嘛？那个啊，隐蔽是门口啊。早上出门要漱口啊。这个可以睡、欸。哦，这个是水龙头，我来找位置放。哎、欸，它放不上去。哦、可以当雪橇呢。水龙头。哎、欸，它可以当雪橇，好帅哦！真的假的？你可以滑吗？哇！哦，真的假的？哦，好帅哦！再滑一次，再滑一次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龟龟壳可以当雪橇，推它，推它，推它。超帅的！你在干嘛？哎、欸，小雨，你去上面，你去上面，你去上面，去上面啊！你去山上，快点滑下来，我要看你滑下来、啊。不是小雨这边，小雨这边啊，这里好像可以，这里好像可以滑草，滑草，你来滑草，滑草，滑草，来滑草，看你滑草，看你滑草。我来来，我来，哎，哇，好快呀、哦，玩起来了。哎、欸，你看一下你理智有没有增加？快上来，快上来！没海龟了，要59了，越来越低了。再回来，哎、欸，好多鸟，等一下好多鸟，好多鸟。哦，对啊，鸟有那么多啊，鸟要打，鸟有小块肉。白痴啊！好酷哦！哎、欸，我也想玩，我也想玩。鸟超多嘞、欸！哎、欸，你们不要玩，给你我要玩，我要玩，我要玩。哎呀！打鸟，打鸟，没了。我要怎么把它丢出来、啊？好问题。G 吗 ？G 吗？可以可以。可以吗？可以。G 是放包包里面。哦、啊，对啊包包。那你可能要放到分享盘吧？这也要分享盘？这个要怎么放分享盘？不好意思，这个我怎么放分享盘？它有没有弹弓之类的东西啊？还是你放到车上、啊？有啊、哦，看车上可以。做弹弓玩玩看。哎、欸，我看到弹弓好像是用木头做吧，欸、木棍。谁丢衣服出来啊？为什么他竟然把衣服脱掉？他可以合成哎、欸，他可以合成成什么？哎呀，那我先去规划。哎、欸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快点，谁要拿？啊，我要拿，我要拿。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什么东西？不要玩，我先玩。放到分享盘上面。啊，那个，哈基先玩，来，哈基先玩，哈基先玩。你就是按空白，然后再按住你的左键，你就可以滑。你武器在哪做啊？超好玩的！我也要，换我！超好玩的！我就喝水了，我口渴了。好好玩哦！超好玩的！我根本就不像荒岛求生啊，我们这在、啊、在玩啊，度假圣地耶、欸！怎么丢出来？他那个哦，要放在你要把它放到分享盘上面。你要在分享盘。对啊，他超大一个，放在分享盘上，超好笑的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哦，有了，好快哦，超快的、啊，超快的、啊，都跟你玩哎、欸，啊，这个抽象也可以在那边扫地，刚有花可以扫地，来换人，换谁？繁星，我在搓鸟，不要，我在搓鸟。好，等下就可以玩了。我等下再去海边玩一次。你是不是想要鸟头？真好玩。鸟头？谁要？鸟头？哎、欸，有海龟壳吗？我想说，有海龟壳吗？我要玩。你在哪里，杰瑞？在你后面。来，你自己拿，从我手上拿。因为这可以射哦。毛可以射、哦。我家屋顶那个尸体怎么不见了？哎、欸，对呢。跑走了。哎、欸，跑走了。尸体。该不会把它搬回家了吧？有灯的尸体啊！哇呼！跑我玩吧，就跑。哎、欸，车子要停好，车子要停好，你们没停好，这是车位。那停车位是不是？没有在室内啊。啊！为什么从这里看过去，好像很多度假小屋在这里？度假小屋。玩错游戏了。哎、欸，这个车子好难敲。很难瞧啊！好了，瞧完了，就这样。哦，这是车位是不是？是车位，对。要钱？要钱哦！现在有特价，200多块。
你说度假小屋吗？对，度假小屋。度假小屋。哈哈哈。所以这游戏叫 The House。哎，就是。哎呦，哎，食物，食物，食物来了，食物来了，真的。两只，两只食物，我这边。在你那边是？嗯。有拿武器哦。我在规划，我还在规划哈。我有火焰剑哦。为什么？木棍那个火把。好白痴哦。这个超像度假小屋，真的。关键是因为我盖了一堆，然后因为我盖太多了，超像度假小屋。哎，那个食物，我搬走，我搬走，我搬去烤。路跑追啊，追他。有一个跑走，有一个跑走。他可没看过度假小屋吧？哎，该点燃了，该点燃了。哦，点火了，开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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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到了晚上了。该开灯了，怎么开？你说那间，哦，就火把、啊，火把把它点燃，就大家火把点一点。哦、对对对对对。来来，这边停车位也要灯源嘛，对不对？来来来，我还觉得好暗。哎、欸，下雨了。哦，又下雨吗？妈，我刚刚要懒。我们的澡盆已经做好了。我已经做好了，盆我已经做好接水的了。耶、yeah。小雨很努力在补啊补。对啊，我在分食物，分食物。啊，我饿了。你饿了好了好了好了，哎，我要来把车子移回来了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你有分食完吗？有啊，分完了。我怎么看还有头？有吗？啊、没关系啦、欸。这里还有一块小块肉，有没有人要啊？好啊，剪一下是。好啊，我要。不讲不讲，然后没得吃喽。啊，繁星，繁星没吃。不要，痛！有，我吃了，我饱了。被咬了。被咬你？我不知道被什么咬。你是不是吃果实被果实咬到？不是，我是被打的。诶，哈？你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小块肉没有人要啊！快点拿火焰棒啊！我来了。刚在下面被咬。在做工，我在做工。这里。哎、欸，你后面这边啦、啊！地上这里有一只食物啦。哦，这里有看到吗？这里这是什么东西？是块肉。哦，那你吃，我来打这个。来食物，来食物这边。啊，搬回厨房哈。搬回厨房。OK。哦。东南。哎，团团。嗨嗨嗨！一路可能要蓬布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我就是斜边，不是那边。你哦，那没有啊，那就再加吧，再加吧。你我怎么先铺完？你先铺。我怎么觉得等一下就有杰森会冲出来？去嘛嘛嘛！哎、欸，月亮哦，可以没了。啊，真的是度假小屋了。今天没什么月亮看。真的，你看大家，而且大家都亮晶晶的。真的，哇，这边真的是好亮哦，这一坨。我们真的是在玩野人生存吗？等一下就要说那个了，你们在哪里这样子？对啊，好，等一下就有人消失了，有没有？哇、哦，对啊，突然开始没声音了。哎、欸，阿喵哈嘞？哎、欸，哈哈哈！阿喵哈嘞？喵哈真的不见了，他不见了，不见了。哎、欸，为什么？他刚还在吗？对啊，他刚刚还在这里跟我们讲话的。哎、欸，睡觉了，睡觉了。好、哦，睡觉。好玩，我玩游戏好玩。还不行哎、欸，还不行。这里时间还没到，时间还没到。灯火通明哎、欸，感觉不用通明。哎、欸，食物烤好了，来吃哦。我来了，你们赶快吃哦。来，餐厅集合，餐厅集合。我要去喝。干这我家啦。食物的声音哎，在哪？哎，是吗？你知道我在吃东西。我觉得，对啊，右侧那边。嗯，餐厅的另外一个方向好黑哦。对呀、啊，温馨度假村，血腥的腥。温馨度假村。是存着被掳着的小孩就长大了。对啊，那个小孩就长大了。真的越来越像 Minecraft 了，我们在玩。为什么我这边石头这么烂啊？这么乱？你说哦，那个因为它地板上就有石头，那我没办法。哦，反正我可以穿过去，没差。石头把它剪一剪啊。哦，它还可以再搭一个平台哦。嗯。
哦，那我的家的这个楼梯就可以拆掉啦，我不知道可以搭平台。对啊，因为你也走不上去啊。我不知道可以搭平台、欸，我要把它打掉。你是怎么做的、啊？你根本走不上去啊。我是简易楼梯。我也是简易楼梯、啊。哇，我把它打掉了，耶、yeah, ！那我要再规划一下。可恶，不能回收，可恶。你是用哪一个、啊、木地板吗？可是你地板要怎么那个啊？你怎么刚好砍在那上面、啊欸？对，里长，你前面的水不见了。哎、欸，对啊，灯不见了、欸，去哪了？对啊，里长的灯不见了。它会自动消失，是不是啊？